嗨，高三151班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是陈淑珍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插话一下。我要说的是，首先恭喜你们，在复旦不管是三年还是六年的同学们，恭喜你们学业有成。讲这样的话好像很八股，但是绝对是老师最真诚的祝福。走在校园里，尤其是在看到老师以前的学生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好棒，真的你们是大人了，可以跟你们谈心事，可以请你们帮忙。然后在这次老师直升班里，也谢谢你们给老师很多的协助，然后也给这一群学弟学妹们很多的建议与方向。老师要说，真的有你们真好，真的有你们真好。在未来的复旦的日子里，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也回来看看我们，回来看看学校，回来看这一群学弟学妹们，因为他们真的非常以你们为荣为骄傲。那对我来说，我真的还是要再跟大家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老师机会学习，谢谢你们给老师机会成长。最后要说，有你们真好。Good luck.